点样开嘅呢个系？系咪打开呢个锁噶？我睇嚟都系有密码噶啦，好简单啫，密码定系我生日啦？四二六系啦，点样开呢个锁？我知啦，一定系啲同浪漫有关嘅数字，2月14，一定系，除非唔系啫，吸中咗，哎，哇声喎，好，唔通系3月14白色情人节？咁系咩咧？点估啊？520又唔系爱你，又唔系，系咩啊？你讲啊？零零零啊！我识识个密码锁啊！哇！哎呀，好嘢开到啊，终于都000！哇，好实啊个锁，哇，真系超强嘅保安啊！哎，特工都打唔开啊！喂，好开咗啦，而家开得啦吧？好，终于解开咗啦！睇下先，我自己望下先。哇！犀利啊，礼物之保身。咁我诶，随心查啦，系咪啊？哇！公主权杖啊！喂，你几时饮啊？好气啊！呢样你中意啲嚟噶喎？呢个正喎、啊，呢个系幸运测试鳄鱼仔咬手指机喎、啊，即系睇佢冇错揿落就会俾佢咬喎，呢个好玩喎、啊、，USB 手指，噔噔，我今年最期待嘅礼物出现咗啦，指甲钳同埋脚甲钳，呢个即刻拍只脚趾上嚟，点先？好，仲冇喂啊，搞错咁快发现到嘅，包得咁靓，一定系好嘢嚟嘅。是不是鎖匙扣、手袋、手巾仔？銀包嚟㗎，睇下先。哦哦，哇！我中意呢啲喎。你知唔知點解我買呢個啊？呢個係 B 字頭嘅一個名牌子嚟㗎。因為你成日擺啲銀包喺個 pat pat 度啊。嚇！呢個防止你擺落個 pat pat 度，因為有鍋釘。係喎，呢個唔可以擺，嗰個擺前面咪得。Hello。係啊，你係咪有嘢仲送俾我咧？哦，我生日卡，係啊，因為我冇手，你幫我拆得唔得？好，我哋攞住啊，咁我拆啦呢個。又係你用我想用原子筆畫嘅。哇，好過癮呢、這個，各位觀眾呢、這個，呢個反而係我今年最中意嘅一個禮物嚟嘅。哇！如果之前有睇我日本啲相，知道我哋去日本玩啊嘛。等等，你睇呢個好靚喎，俾個 close up 大家睇下先。我呢個你自己整㗎？好靚喎，上面寫住 Happy Birthday， 我哋就扮公主，我就扮Super Mario。